来，我说吉吉，你说吉。我说吉吉，你说吉。吉吉吉吉吉吉吉。来，大爷来，不会吉吉吉来了。我介绍一下，我叫万美林、我们公司啊刚搬到你们小区门口，我今天来呢、我知道你们还能给老头办那个军港之夜呢。哎，不是啊大爷，我们公司可没那业务啊。这不是那个那什么的吗？哎呀，养老院，养老院吗？啥养老院呢大爷啊。哎，你说你生活这么幸福，你家庭这么美满，你跟老伴这么恩爱，你养老什么院呢？看好了，眼神不好啊，我老伴啊，我跟他恩爱，你看见了？我挠死你再说我，讨厌！这么说吧，大爷，就是这个养老院，只是你人生的过渡，我们这儿才是你永久的归宿。来，大爷说吧，今儿给谁服务啊？那私人定制吗？不是，那还是我。来，定你的制。大爷，来，别忙着。陈姨家来、还有我的事儿啊！这玩意儿给憋成什么玩意儿？谁来谁凉。躺下吧。啊，躺下呀！叫你躺下。躺下干啥呀？你不躺下，我咋凉啊？不到你们那儿都躺着呀？不得，我们工作人员都站着。大爷，来，这么跟你说，大爷，什么意思？本着这个物理学的角度来讲，你躺下凉，你就比站着凉。节省2公分布料，我不给你省点布料吗？不是，你躺着凉是省布料，那以后我再站起来衣服不短了吗？放心吧大爷，你到我们那儿以后你就不用站起来了。别合计啊，你都不用站起来，你合啥呀？不合适，我躺着凉。不是，那我要非要站起来呢？大爷，你非站起来干啥呀？不是，你就老实搁这躺着呗。你说那你要一站起来，那我们可就都躺下了。哎，你不爱这么吓唬人，你干啥玩意儿？别，闺女，我替他问问，你们那个地方伙食怎么样？你说像他这样的，一天吃几顿饭？你妈呀，大爷！我们那不按天，按年，一年一顿。啊？就是在这个清明节的时候啊。我们给你们摆点点心，再供一盘水果吧。要是放点花呢？那都得加钱。你们这什么单位呀？就是啊。大爷，来来来，你写着啊，你帮我抻一下吧。谢谢这家啊。什么玩意儿？青山墓园，您的首选，来世的开始，今生的终点。哎呀妈呀！我来的。顺风让你来的吗？逆风来的，大爷。逆风来的啊，门在那儿。请问你是小米粒儿的闺蜜？我们两个关系非常的好。哦，对对对，刚才她给我打电话说。我知道，当我面打的。来，你过来打。不是，她特别着急。我比她还急呢。那个，笨笨，你看你是喝水呀、还是喝饮料啊？随便。随便。对上了，那啥呢？你是吃苹果呀，还是吃橘子呀？随便。那你是看电视啊，还是看电影啊？随便。随便了。那个李温柔是不是？对对对。也看得出来你是一个舞蹈的爱好者。世家。小米粒说的水管坏了，我得去看一下啊。那个你刚才舞蹈跳挺好，你再自己。我去看一下啊。整激动了还给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还会修水管，这样多才多艺的男人，我只能送他两个字儿。完美。那个小米粒刚才给我打电话说和我研究终身大事，为此我精心地打扮了一番。但这事儿吧来得太突然了，
我就觉得不靠谱。还好前两天吧，我遇上了一个恋爱高手，送了我一把爱情之剑，当当当当，为了我能够得到稳稳的幸福，看你的了。哎，你谁呀？你谁呀？你上来就给我一下子！对不起，我扎错了，你把剑还我。片还你啊？到本姑娘手里的东西，那就跑不了了，知道不？完了，爱情之剑应验了。我已经在老年大学上学了。哎呀，别鼓掌鼓早了。接下来是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啊，就是我们的班主任李老师要到我们家了解情况啊，弄得我这心里呀、啊、很惆怅啊。为啥呢？我突然想到我小时候了，老师一上我们家我就挨一顿胖揍啊。你说这次李老师到我们家来说点我在学校不好的事儿，那我老爸和我儿子不得笑话死我呀，那我可真是丢人丢到家了我呀。所以我是这么想的啊，即便我老公丢人也不能丢到自己家，我要丢人丢到老范家。所以我给老师发的我家地址是老范家。接下来我就得去找刚子，赵刚子他是我外甥啊，我让他给我接待一下班主任，把这事儿就混过去了。一会儿再跟你们聊啊。刚子，老舅有急事儿啊。我说刚子，刚子呢？哎、老舅，刚子，老舅来了。刚子呢？刚子今天休息，带我爸妈他们出去玩了。哦，家里就我一人。哟，家里没人啊？老舅，哎、我不是人呐。你不是一般的人，你即将成为我的恩人呐。啥意思？大米呀、啊、我求你一件事儿 啊你当一回我的家长。我也不能当你妈呀。谁说让你当我妈了？那你是这么回事儿啊，我现在不是在老年大学读书吗？啊，那儿的学生都是我这个年龄、啊、那我们的家长其实就是我们的子女。也就是说你现在扮演一回我的闺女哦，帮我接待一下老师，他一会儿就到这儿来了解情况。那等会儿，了解情况上我家干啥来呀？那他上我家，我不是丢人丢到家了吗？啥？不是，我的意思吧，就我这点事儿 啊，不能让你舅妈知道，特别是不能让我儿子田阔知道，要不我多难看呐。明白了，拜托了。明白，老舅。哎，你的事儿就是刚子事儿，刚子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、哎、我帮你摆平。谢谢了。行吧，来、哎、哎呀，咱们现在就得捋捋关系了啊、哎、现在呢这个家就不是你的家了啊，就是我的家了。我呢就不是你老舅了，你呢就是我老妈了。老妈啊、哦、不我就是你老爸了。哦，记住了老舅。别叫老舅了，你应该叫爸。哎，你应该叫我爸啊。是叫你爸。哎，这就对了。对了爸。哎，呀，可能是老师来了。妈呀，别说走嘴啊，练起来的。行，叫爸，叫爸、哎、爸。哎嫂子，哎呦，爸呀，你亲儿子来了。哎呦我天哪，他上这儿来干啥？给他弄走啊，我给他弄走。哎呦你快坐这儿。哎呦我嫂子，你这手也太快了，没等我进来那门咔下去给我整脸上，这鼻子给我整的。爸，你咋在这儿呢？你来干啥？啊，我给我范叔送药。把药放下，你走吧。你走吧，快点。你咋不走呢？我还有事儿，你赶快走。快走吧。有事儿还背着我，背人没好事儿。
你瞎说啥呢？什么叫背人没好事啊？我看你现在办这个事儿就不是什么好事。咋的了？啊，你范叔一不舒服，你就来给送药。那你咋不给你爸？一会儿点。嗯，你干啥呢？我跟王姐聊天呢。王姐搁哪呢？在我心里啊。你是故意的吧？不是故意的，我是你还想不想演？我想演，导演。想演就别走。我不是不动，我这么想，你这多好的机会啊！我寻思我多加点戏嘛，我寻思。能听我的吧？听你的，听你的，听我的，站好了啊！别生气，别好不好？好，要不就不拍了啊！拍，干啥呢？拍，来来来，这条过了啊！我后期剪去。来，预备，开始。张璐。原来我只知道你是一个优秀的足球运动员，了解你之后，我知道你更是一个有爱心的人，让我好感动。谢谢咪咪，也希望能有广大球迷都像你一样热爱足球运动。张璐，我今天要向你表白。哎，不是，这个绝对不是故意的啊，绝对不是故意的。为什么呢？不是，王导啊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不是，怎么回事呢？我呀就在这站着哈，我很投入，我一丝不动啊，我就想我怎么进入这个角色，突然，一根小绒毛就呲一下就钻我鼻子里去了，我就顺着就不行，挺没挺住，我说阿金，你要不你打出来。行，我知道了，谢啊，好，理解。来，咱继续啊，哎，来，你搁这继续站着啊，哎，走，上别地方拍，哎，你这招你太狠了，你呀、啊，你怎么还撤了呢，你还呀？我上东门拍去。你要上东门拍去，我就调东门去。我上西门拍去。那我就调西门去。北门拍去，我调北门去。我上南门拍去，调南门去呗。你跟我俩搁这打麻将调风呢，你咋的呀？啊，你跟妆跟的是不是有点紧呢？什么玩意儿？我跟什么妆啊？小脸儿，我就问一句，你能不能不捣乱了？我真没捣乱，就是想不想参演？想，我明白了，我不，我想参演。好，放心，导演，消消气，消消气啊！接下来你放心啊。绝对不会有一点失误，放心，最起码在我这儿是绝对不会有打断的，好吧？哎，保证，来，再有一次肯定不拍了啊！你行，肯定不拍。你再有一次我都不拍了，来，三二一，开始。来，张璐，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，希望你能带着。哎呀，谢谢。带着他就如同带着所有球迷对我的鼓励。我有一样东西要送给你，这是我最珍贵的，也是我经常会用到的守门员手套，送给你。谢谢。其实呢，有一句话我也一直想对你说。于小脸喊我干啥呀？你听听，是我这儿的动静吗？王导，你的。继续，不接。不是王导有声咋拍呀、啊？我后期可以剪下去。不是你，关键你接一下，万一谁有急事找你呢？有急事我也不接。万一是你喜欢的小米粒呢？喂，谁呀？喂，我呀。啊！于小脸儿，你给我打电话干啥呀？我想你了。我去你！于小脸儿，你行啊，把我的导演梦全给搅和了。不是你干啥呢？你看看，什么叫搅和？你拍上完，你是说，哎呦我天哪！你说你行了，小脸儿。我跟你说两句啊，我呢肯定是让你多心了。今天这个小倩儿给我叫过来，就是说拍一个公益的小视频，然后我也没多想，也没想跟你抢，啊，
我现在全部的精力都在这个训练、比赛、公益事业当中，哪有功夫谈恋爱？你是不是误会了刚才？没有，没有。陆哥，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老弟在这给你抱拳了啊！你给我吃一颗定心丸子，我呀！于小脸，人家好不容易有一个跟张璐一起演戏的机会，全让你给搅和了。喊到啊！赵刚子，到，这个事儿错不错？错。这个事儿办的对不对？不对。哈，我聪不聪明？你聪明。你傻不傻？我傻。来吧，那就面向我啊！刚才还冤枉我了，是不是？啊、正确的说出那三个字。哪三个字啊？对不起。没关系。我说我啊，跟我说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啊、那个小脸啊，今天真的谢谢你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对不起，告诉你没事，我告诉你啊，黄小黄，这个车位没你的份儿，听见没？你怎么出尔反尔呢？你怎么还说瞎话套我呢？你们根本就不懂啊！我一个大龄单身女青年，我的世界你懂吗？你有什么？你有爱，有家，又温暖，可我呢，有的只有空虚、寂寞和冷。赵经理，他在跟你说他冷，他冷，他冷，我有啥办法？冷，你暖和暖和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俩你别太欺负人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不能听，别人也不能听。那凭什么你给秘密站呢？秘密也不能听。哎，秘密，人家说我听。我跟你说，人家黄小黄说的有道理。你凭啥给秘密留了？赵经理，你听我解释啊！你秘密说了，有重要的事需要这个车位。你怎么知道他有重要的事？你玩套路啊！那你怎么知道他没玩套路呢？你看你不讲理。秘密有啥重要的事啊？对呀，跟你说了吗？于小脸，于小脸来了。小脸，哎，我留那车位留好了没？这儿。少给我整那些正常男女干的事儿，啊，不是，少给我整那些不正常男女干，你别说了。那个赵副经理都在这儿呢，车位也在这儿呢。我告诉你啊，秘密咱说好，如果你要是真有需要用这个车位，我给你。但是，你要是玩套路，今天我就告诉你，我于小脸不干，我大义灭亲了。没问题，绝对安全。什么安全呢？这个助理啊，是我从机场给他找回来的，还是干安检的。来，客人，明白？哎，喂，哎，这往哪儿滑了呀你啊？你这样，那个我这是刚开始工作，不太熟练啊，见笑见笑。那这样吧，没事，你带着尊贵的客人到咱们家参观一下，好吧？好。刘总啊，我们家就是我装修的，你看看这个质量，交给我没有问题。这都是你做的，请。请，哎，来，请，这都是我妹夫装修，不是，那都是我们家钱总装修的。哎，这边看，挺好。哎呀，老范大哥在家呢。不是，大舅啊，你来也不说一声呢？你这话啥意思？不欢迎我来呀？欢迎，欢迎，热烈欢迎！你看看，哎呀，他来就来了，还拿东西给你？不是给你的啊！哎呀，我外甥赵刚子这么爱吃这口啊，旗下的大葱，我给他带一捆，还得是他大舅。哎，你捎带着也可以尝尝鲜。哎，我告诉你，就不管你大舅还是你啥，你全都不能给我露馅啊！露馅麻烦了。我知道，师傅。哎。哟，他们家师傅，哎呀，柳，你怎么师傅？你俩认识啊？这是我师傅，这是我徒弟。哎呀，啊，坐。哎呀，师傅，哎，我说小柳啊，你怎么上我老范大哥家来了？大舅啊，我们两个有生意往来。对，我是跟钱总生意上合作，我今天来认认门啊。你们这有亲戚？正儿八经的亲戚啊？是吗？这我不是跟你吹呀？啊。老范家的大姑爷就是我的外甥赵刚子。哦，赵刚子是大姑爷呀，我大女婿，老大了。他是二姑爷，老二啊。大
大跟二是不一样的。啊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哎，说来说去，我外甥赵刚子呢？啊，这个大舅啊，啊，你外甥赵刚子，你大姑爷出去了。你骗我啥出去了？这不搁那站着呢吗？我说刚子，不是你，大舅，这哪是刚子呀？啊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生活助理。你咋真行？你怎么把我们刚种的树就给撞折了呢？你还怪我？你这物业没事种些个破树干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种些个破树啊？我们这是绿化小区。你绿化小区，你种点仙人球多好啊！种了仙人球，你就成漏勺了。哎呀，赵经理啊，我漏了，怎么了？我好像挨揍了。哎，他打我了。哎，哎，你这个保安，你有完没完了？这你要打我，谁要打你呀？这怎么回事？你自己撞树上的。哎呦，我这么大俩眼睛，谁信呢？我瞄着那么准呢？你瞄得太准了。哎呀，小区刚栽树，就这么粗，你叭就给撞折了。我撞折了，我撞折了，我赔呀。赔完了？我赔完了呀。是啊，你还有事吗？没事了。没事，走。我都不对不对。啊，他给我打懵了，打懵了。没事，有我呢。我跟你说，他是在哪停的车呀？他把车不，他把车停在小区地面上了。哎呦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哎，陈凤，哎，我不停地面上，我停天上啊，我在天上停着那是飞机，飞机也停不了，他也得停地上啊。你见过飞机吗你？陈凤。你怎么又在地面上停车呀？那我停哪儿、啊、咱们小区三令五申一定要停到地下停车场。停地下停车场不得花钱吗？我跟你说，赵经理，啊，不提钱的事儿啊，他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啊。大前天，二姐夫，你把车停在了三号楼门口，让我们队长知道了，这家给我凶的，把我凶的跟兔子似的，我搁那包啊！哎呦我倒要看看，是谁把车停在三号楼门口？我左等右等，突然尿急，我上厕所。可是我三分钟就回来了，哦，车开走了，气人不？三分钟就开走了，那这都不算啥啊！前天他又把车停在五号楼门口了，嗯，我这个我死等，我必须要等，我看是谁，嗯，尿急，啊，又上厕所了，啊，这回我两分钟回来的，车又开没了，不是二姐夫，我就纳闷了，你咋把我上厕所的时间掌握得那么准呢？这还用问吗？天天拿个望远镜在家里边瞧，明白不？他拿望远镜不瞧别的，他就瞧你什么时候上厕所。臭流氓！哎，我告诉你，哎哎，小鱼，你这个小保安，哎，我不就是乱停个车吗？你老盯着我干什么玩意儿啊你啊？我不盯着你能行吗？赵经理，我跟你讲啊，嗯，再不盯着我，这些奖金全扣没了啊啊！怎么呢？我跟你说，你不仅给我赔礼道歉，你还得跟我们班长解释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告诉我们班长，不是我能力不行，是你这个业主太狡猾。说你呀，小鱼啊，这样啊，这个事儿我有责任啊，他是我的亲戚啊，这么着吧，回头我跟你们班长说，奖金的事儿你放心啊，从我这儿扣，好吧，跟你没关系，好吧，赵经理，哎，你就同样是做姐夫的啊，差距太大，你就是个树啊，他就是个葱，我告诉你。你有完没完啊？咋的啊？我跟你说，我看在扣你奖金的份上啊，我乱停车我不对，我给你赔礼道歉啊。现在奖金不用扣你的，扣我大姐夫的，行不行？行。还有事儿吗？没事了。走，再见。你说看怎么样？看俩孩子的心情呗。您这句话还有什么说？那个大明儿啊，啊，去把小明儿叫出来见见啊。啊，那啥，爸，那个。牛叔啊，那啥，我小妹呀，她贼拉厉害呀，厉害，我怕她欺负我大兄弟。怕啥呀？打是亲，骂是爱，要是俩人真相爱，我任她打，任她踹，任她给我踢成骨折，我都能忍耐。啊，对不对？好，说得好，老哥，哎，看我这儿子的态度怎么样？哎呀，太坚决了。啊，快去吧啊！去吧啊！我呀，待会儿啊，我就怕这小米粒出来呀，你们相中我们儿子、啊？不可能，我们儿子。我觉得这人的长相不重要，钱多钱少也不重要，关键得人好。
哎呀，老哥，你说的太对了，这搞对象又不是选美，对，关键的能过日子就行。哎，你们老哥俩说的太对了。嗯，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大爷，你就看我这长相哈，虽然成熟了一点点，牙大了一点点，但是吧，这都不算啥事儿。你知道现在这年轻小姑娘都喜欢那个大叔型的，你知道吧？是吗？知道他们都管我叫啥吗？叫啥呀？欧巴。你这孩子那虎啊，管你叫欧巴，我是你爸，那我是啥呀？欧爷。哎呀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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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我的妈呀，爸你快看看，这小米粒长得跟大米粒一样一样的。哎，我说你牙有毛病，你眼睛是不是也有问题呀？我啊，这还是我们大米粒儿。啊，你这不俩是一个人吗？我看花眼了。等等，小妹儿咋还没出来呢？化妆呢，说一会儿就出来。那啥，大爷，不用化妆，我喜欢素颜。我来了，大家好。哇，爸，你快看，像不像天女下凡？爸，我就娶她了。少说话。您是牛叔吧？对，牛叔您好。哎，小米粒啊，不好意思，不知道您来了，我出来晚了。哎，没关系没关系，这都不是外人。哎，别客气。牛叔啊，哎，我们啊，他让我表的是一生爱一次，一次爱一次，事事如一日，每日发誓4444次，如不发誓4444次就罚我4444次，如发誓4444次就爱我4444次。你好，儿子，这不正好发挥你的特长吗？特长啥呀？我这牙都送疯了。1-1。开不开心？搞搞他！我有人意思了啊，大金哥啊，过分了，你过分了啊！还老找我们经理舔笨笨啊！看他这个名起的吧，还叫舔笨笨，一个笨不行，还得俩笨，叫舔笨多好，不行，非得叫舔笨笨，得多笨呢、啊！你说好不好呢？不好。为啥不好？不好听。对，大哥，哎妈呀，你没事了吧？啊？什么事啊？哎呀，你们都在呢。哎呦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还不知道吧？啊，刚才老有意思了。我上蛋糕店啊，正好碰见大钱哥了、嗯，也不知道他是给谁买蛋糕，真把他兴奋的，拎着蛋糕嗖嗖就往外撩啊！我刚想说，哎，你慢点，等会儿你再摔了。我这话还没能喊出口呢，就看一个庞然大物从我眼前嗖啪就着我，就在他落地那一瞬间呢，我感觉整个地都在颤呢，摔得那叫个惨呐！哎，对了，还有他手上拎那个蛋糕，比他摔得还惨呢，你都不知道蛋糕呢？哎，对对的，哎，就这点这样，哎，你没改开看看里面是不是都蛋糕摔成鸡蛋饼了啊？啊？你说小米粒啊。你刚才说什么？大青哥他咋的了？我说大青哥摔了。摔了的时候手里拿蛋糕，蛋糕咋的了？蛋糕啊，蛋糕啊，嗖飞出去了。大青子，你还是不是人啊？你把蛋糕整碎了，冤枉人一张脸，还要88000，我给你个大嘴巴子。好，脸上。秦哥，你过分了，你都了解了哈，是怎么个事儿呢？就这么，那什么，大美过生日让我取个蛋糕，我先，对吧？我俩不是那样吗？我这没想到就摔了吗？就出了事，我没别的，就想找个人啊，你跟我道个歉，这事儿就过去。你看五大三粗，我挺怕大美的，我们俩，那咋办？大秦哥，你说你这事儿办的啊，太不地道了吧？你自己的闯的祸，你往人于小脸身上推，让人替你顶缸啊？我告诉你啊，大梅姐要知道你是这样的人，这辈子都不带搭理你的。你说哪个女人喜欢说谎的男人呢？对，
小米粒说的对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就没别的意思，就寻找个人啊跟我去道个歉，我寻我不就没事了吗？你哎呀，那我以后再也不犯这种事了，行不？啊，那蛋糕你看都摔成这样了，那咋整啊蛋糕啊？还咋整？白整那老大高个子啊，一遇事儿你就怂了。哎，其实啊，我这个蛋糕也是给大梅姐订的啊。这样吧，既然你都知道错了。那等一会儿我们就用这个蛋糕。1-1，开不开心？